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你们来到首都北京，游览大型都市行进式水岸夜游。美妙的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2023年首航启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听。适逢清明小长假，正是踏青赏春时节，北京市旅游局会同16个区县文旅局，以水为脉，以水为媒，推出16条漫步北京清明上河徒步游主题游线路。亮马河国际风景水岸就在这16条精品路线之中。16条漫步北京清明上河徒步游，覆盖北京各区主要的河流水系，突出了清明时节徒步旅游、亲子亲水、沿途看景、品文化消费的主题。生于青山青谷天，夏满芒夏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清明时节春暖花开，正是踏青的好时候。借着清明踏青这个民间的习俗啊，我们茶余饭后经常呢到亮马河两岸走一走，放松一下心情。亮马河两岸的风光是非常美的，而且春天这个季节，你看桃花开了，柳树绿了，发芽了，那水很蓝，游船在这个水面上不停地穿梭。我想呢，坐在船上看着蓝蓝的天，心情会非常的舒畅。这个环境啊，都是非常的优美，非常的漂亮。而且尤其是现在这个3月份，这个都春暖花开了，这个什么樱花呀，什么的花都开开了，所以说就非常的美丽。在这个船上，我们就能看见岸边一些极其美丽的风景。在船上可以更加的体会到亮马河的美丽，大家都喜欢晚上来，因为那边河上面都有灯，而且看得十分漂亮，十分美丽。感觉周边这个环境这个建设的挺好的，然后主要是咱们这个湖有一些鹅啊，然后还有一些鱼，沿湖而建这些美食也挺，感觉也挺不错的。对，清明节期间呢，我们就是想来这边玩一玩，然后因为这边咱们整体是宠物友好的一个园区，所以特意带着小狗选这边来玩。像沿边的露天餐位都是可以带狗去进行吃饭，然后这一点我们觉得特别喜欢。咱们这边花什么的还是挺有名的，在网上能在户外的看一看绿色呀，然后看一看花啊，整体的心情都非常好。仲春四月风光美，四时景别各不同。刚才我们在外景已经见识了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游的美妙与华丽，现在我们回到演播室，再来给您讲述一下您关心的文旅话题。有请来自良业科技集团副总裁李森先生、良业科技集团品牌营销副总经理张海燕先生，有请。欢迎欢迎欢迎。广梅老师好。欢迎广梅老师好。请坐。好，谢谢二位嘉宾。好，广梅老师 好。大家好。大家好。说实在的啊，我刚才看的这个片子还真把我给吸引住了。作为一个北京人，我觉得真是太漂亮了，光影很梦幻。还有啊，就我想知道良业和亮马是什么关系啊？光伟老师，说到这个问题呢，可能我要多说两句哈。说实话，亮马河当时的整个打造呢，其实是朝阳区的一个大旗啊，也是一个大的手笔。那朝阳区在整个亮马河治理之初呢，其实是本着朝阳区的这个三化啊，文化、国际化和大尺度绿化啊。那么其实亮马河呢，它的生态属性非常强，所以在亮马河打造的时候，朝阳区就首创了这种六共模式，就是共商、共治、共享、共管、共营、共建啊，这个六共模式。那其实呢，
在整个打造过程中呢，先把水治理清之后，河岸变绿，我们才刚刚介入的这个亮马河。那么梁业呢，它是这个中交集团的成员单位，在整个亮马河风情水岸及夜游打造过程中呢，我们是一个策划设计投资建设和运营全流程的这么一个角色，这也是朝阳区的一个创新模式啊。我们常说这个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那么其实这个亮马河这个项目就是企业跟政府共同谋划跟打造的一个精品项目，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明白了，刚才我们通过电视片大概啊观赏了整个河段的美丽风景，那您说一下亮马河的游船服务，我们一起看看先。好啊，好，请看大屏幕。风情水岸的游船啊，现在目前分为一期、二期两个航段。我们的一期航段呢，是由这个燕莎码头到蓝色港湾码头，整个航线的长度呢，大概是1.8公里。我们的二期航段呢，是由蓝港码头到红领巾码头啊，这个航段呢，大概是4公里。同时呢，我们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目前有5种不同的船型，一共有18艘船，载客量比较多的啊，我们叫水上巴士的这种游船，然后也有呢相对会小型一些的，适合这个大家定制包船的这种相对豪华感强的一些的小游船。我们目前啊每天的运载量啊，这个满载的情况下能达到1500席。最大的船能装多少人？目前我们最大的船啊承载量是40人左右。每天的运营时间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10点钟。每年我们的运营季呢，大概是从每年的3月15号到11月底左右啊，这么一个时间。我听说游船上还有很多的定制化服务，都是哪些服务？简单跟各位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亮马河呢，除了常规的大家可以乘坐游船来观赏亮马河的日间和夜间的景色以外，我们还提供很多个性化的定制的，比如说一些包船服务，游客呢可以在我们的游船上面开一些派对啊，然后包括我们年轻人现在喜欢的一种享受下午茶呀，这种方式，对，这也是我们的一些相对会比较特色的服务。同时呢，我们在游船上面呢也可以享受美食啊，除了有中餐啊，还有一些德餐啊、意餐啊、法餐啊、日餐啊，也可以在我们的游船上进行享用。我们这个运营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接受了很多的游客以及社会这个反馈，我们也不断地完善和丰富这种水上的体验跟产品服务。那么其实亮马河为什么说有特色呢，值得来体验呢，这源于我们当时打造亮马河之初的这种设计，我们就是真的是用情怀来做的这种一个项目。
因为亮马河这一个通航段呢，它城市载体非常好，有几座桥，那这座桥呢整个造型又各不相同，所以其实我们在前期设计的时候就是重要的利用这个载体，那么再加上梁叶的这个优势，用光影赋能城市的这种手段，把每一座这个岸上的桥做了一个精心的打造，这样呢让游客坐在船上游览的时候能体验到一桥一故事的这种精彩，所以丰富它的体验，也是亮马河现在火出圈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说不但你有体验你有感受，而且还有像海燕刚才介绍的在船上有丰富的服务和美食啊，它其实变成了人们这个朋友家人这个聚会的一个场所啊，一个别样的水上空间。性格化服务我们刚才已经理解了，行为化定制，哎，我想这一定有很多故事可以说吧。这个游船上面呢，未来我们配合亮马河经济带的建设，水上的服务呢它是以观光为辅，但是呢定制化的服务为主，这定制化服务包括了就是这种不同风格主题的餐饮，还有什么呢，就是这种跟人的这个日常生活相关的一种行为上的一个定制，比如求婚，求婚其实现在是我们亮马河夜游的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特色服务，现在我们已经在亮马河上成功求婚的有7对新人了，我们还有婚礼船，这是我们跟沿岸的商家合作的一种产品，搞浪漫的婚礼除了现在去酒店之外，你可以来水上举办一个特别有特色浪漫的水上婚礼，这都是我们未来亮马河所能够提供的这些专项的定制化服务和我们的主要的这个方向，所以说通过刚才的介绍呢，大家可以体味到就是我们的船是首先定制的主题船，而且今年呢我们还会丰富各种国家不同风情的主题船，比如说我们有俄罗斯风情的，有阿姆斯特丹风情的，是一种风格主题船会飘在我们的亮马河上，提升我们的这个风情水岸的这种韵味。作为长安区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亮马河原出东北护城河、朝阳公园等，后呢汇入灞河，现在通航的这一段呢应该是风情水岸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工程，这其中游客不可错过的打卡点应该是哪些？整个我们现在通航段一共有6公里长，整个这个沿线啊可以说打卡点非常丰富啊，首先大家看这张图片哈，光美老师各位观众啊，这张就是目前这个亮马河上最浪漫也是最火的一个桥，它的桥呢叫好运桥，好运桥，我们为什么看着这个桥这么浪漫呢，这么梦幻呢，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设计团队到这个桥下之后有一种感觉，就是城市怎么仰望星空，然后脑子里就浮现出这个梵高的那幅著名的名画《星空》，这幅画。那么我们又是做光影的，所以他们之间怎么结合呢？我们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创意，用我们的这个独特的这种光纤灯，我们叫光纤灯哈，打造了这个梵高的这幅《星空》。那么这个桥呢，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场景呢，是用了这个30万根光纤灯，大概总长有49.7万米。来形成的整个的这种沉浸化的氛围，在这个桥下呢，水上的倒影就是梵高那幅画，而你仰望上方就是城市的星空啊，点点繁星非常梦幻，这个是最著名的这个一个打卡点哈，当然还有很多了哈，这个也是这个游客在船上这种感觉哈，然后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从燕莎码头起航的经过的第一座桥啊，它叫友谊桥，其实这座桥呢是个老桥啊，我们要用这种新的科技手段和光影这种手段呢，把这个老桥激活和复兴。那现在看的照片呢，就是这个我们完成后的这个作品，它也是我们起航仪式的一个桥啊，在这下面我们做了这个首创的这种绳木的这种表演。其实我们游船不仅仅是上了船就开始游览，我们是有很多仪式感的，起航呢是有个起航秀，就在这座桥下啊，有这种绚丽的灯光，还有这个绳木的表演，绳木还要展示很多内容，所以说这两个只是我说作为代表有个打卡，另外我们还有全国首创的这个船闸史的光影演绎，还有我们这个亮马河跟朝阳公园结合的这段水域，我们叫这个彩蝶轻语，我们放了24只能动的光影蝴蝶，来烘托这种浪漫的氛围，还有今天背景图片的这个贝壳剧场，我们是用光影把这个贝壳剧场这个建筑这个风貌这个珍珠给它更加梦幻化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打卡点。
说了这么多，眼见为实，请看大屏幕。平时在家就是不怎么出来，就是现在春暖花开了嘛，之后我想出来踏踏青，就亮马河这边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这是一种现代与自然那种结合，就感觉让我体会到了特别轻松的感觉。看看路边这些树都绿了，之后有花都开了，就灯光这种感觉照着这个湖面之后反射一下，这种水波纹的感觉也不一样了。就跟你平常太阳照又不一样，这灯光都是彩色的，还挺漂亮的。清明节正是踏青的好时候，所以我们白天出来在这路边看看花花草草，这边人很多，有人钓鱼，有人在划船，有人在冲浪，白天很热闹。然后我们走到公园尽头的时候，发现这里面有一个码头，然后我们就两个人商量了一下，买了个夜游的船票。然后一路走过来，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梵高的那个星河的那里的灯光秀。
非常漂亮，在水的灯光本身就很漂亮，在水的照映下就漂亮加倍。然后一路走过来还有那个水雾那里，琉璃桥的水雾那里也很新颖，在光跟水雾的交相辉映，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非常多样，各种各样的灯光，不仅仅是那种采光，它会有很多有一些巧思融在里面，周围的建筑非常的现代化，而且还有一些异国风情的建筑在里面，感觉还是很值得来过来参观游玩一下。一趟全程下来四五十分钟，时长也刚刚好，比较合适。清明是一个郊游踏青的好时节，我来亚马河周边玩，花也开了，树也绿了，很漂亮。没想到晚上的灯光这么漂亮，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惊喜。我要把今天的事情记录下来，写一篇作文，回去跟同学们好好分享。啊，清明时节正是郊游踏青的时候，来这个亮马河玩真的是很好。到了晚上吧，这边的灯光的很漂亮，然后呢，游船还有一些游客呢都在那里排队，我看到，真的是很好，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吸引力。这个亮马河呀，在北京，大家都知道它有很重要的这个地位哈。然后本身呢，它这个地理的环境也特别好，而且赶上这个初春。清明节前后早上，您是带着家人朋友来踏个青，来做个晨练，来活动活动，完全没有问题。空气非常好，绿化非常好。如果您到晚上呢，大家看着灯光哈，特别漂亮，有水有桥，后边还有天鹅，还有广场。您是吃饭是喝酒，来闲聊，来溜达溜达，哎，都没有问题。反正我觉着你甭管是来旅游，在这工作，还是长期在北京生活，我觉着您抽空来一下亮马河逛一逛，特别棒。这么一看呢，真是太有吸引力了。回头啊，我一定带我们全家人要青州夜赏这24桥18景，精彩来自好的创意。你们为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的通航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与智慧，有没有故事啊？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一说到故事啊，好像我仿佛穿越到这个如火如荼的这个亮马河建设那个时期哈，故事真的很多。因为本身亮马河的打造呢，朝阳区就是高标准的规划、高水准要求的，而且关键是它的工期非常紧。我们的亮马河呢，应该是从2021年4月份开始进行通航的建设，那么2020年7月份我们就试运行了，仅仅不到3个月，连设计带这个深化，然后再实施。那通航之后呢，就引起了咱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关注，市里主要领导呢也是。第一时间就亲临亮马河来体验跟指导，那么体验完了之后呢，又对咱们区委区政府和我们呢提出了更高的这个要求，所以其实从2021年7月份，我们又经历了二次的这种提升改造，又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在2021年11月完美的呈现了这个亮马河现在夜游的这种时尚的风貌跟这种风情，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整个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我记忆犹新的故事。比如说就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好运桥。好运桥呢是这次朝阳区什么改造提升亮马河呢新建的一个桥梁，这是原来的这个老桥，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打造这个桥，刚才我讲了我们的设计理念，但其实施工过程中呢，这30万根光纤啊是不容易形成这样的氛围的。这里有一张图片哈，这是2021年9月18号啊11点48分，这是现场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们人工一根一根的把这个光纤穿在这个模板上，30万根都是这么制作的，一共49.7万米，手工干，手工，这是纯手工的作品。穿完之后呢，我们后台还有很多的这个控制设备，因为要让它演绎出这种星空的画面啊，必须经过精准的这个调试，这个光纤才能按照我们想要它的表达方式展现出星空的这幅画作。所以说经典的呈现呢是有很多这个人共同付出的，那么朝阳区政府在这方面也给了大力的这个协调啊，有困难我们都一块儿来克服啊，所以完成了这个经典的作品。另外就是还有这个友谊桥，友谊桥呢之前呢是这个样子啊，它是一个有20年历史的老桥，那么现在我们要拿光影赋能它这么好看的一面呢，我们当时对这个桥啊做了一个评估，这个绳木加上这个灯光赋能这个桥之后，我们测算了一下，因为像这个20年历史的老桥上，我们要加
4吨重的这个设备在这个桥上。啊，对于这个老桥的这个承载力，这个是非常严苛的一个要求，因为这个安全啊是我们整个这个项目的一个重中之重。啊，所以为了完成这个项目呢，区政府及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集重力吧，把这个桥从安全评估上做了1.1呢，就非常安全啊。评估之后，我们才把这个设备放到这个桥上，才能现在既美丽又安全。这个绳木啊，借这个也简单介绍一下啊，可能大家不太理解，它就像咱们家里的窗帘。啊，为什么它有仪式感呢？船起航在这看的时候是一个表演的一个画面。等表演完了之后，它自动的就打开了，然后船从这个桥下缓缓的通过，非常有仪式感，就是一个这个夜游亮马的大幕拉开的这种感觉。啊，这是我们的首创，它的每一个这个幕布啊，就是用这种绳子的这种质感的纤维搭的这么一个投影面啊，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施工过程中，我们也确实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吧，啊，非常多的这个比较记忆犹新的故事。现在这亮马河这项目啊，火遍了北京城，但是吧，我刻意的注意了一个现象，就是你们在细节上做得很人性化，比如说一个把手，我觉得细节决定成功的命运。你们给我讲讲这个细节，你们当时是怎么要求的，怎么努力的？啊，这个细节啊，源于这个长安区对这个项目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刚才光美老师提到这个把手，那其实这个亮马河两岸的这个扶手，它的这个角度是经过了很多次修订之后才定下这个角度，我记得大概好像是13度，是这么一个数据。为什么是13度？就是不断的这个设计者还有这个政府的这个管理者再去试验，就人欣赏亮马河风光的时候，他要趴在这个扶手上，什么角度让大家最舒服，最舒服，对，保证安全的时候最舒服。反复测试不同的人群不同年龄，测试之后最终决定这个角度是最人性化最舒服的。就它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哈，在整个亮马河两岸的打造中，像这样精细化细节极致要求的例子特别多啊。我们在打造的时候，刚才讲到了这种光纤灯，还有对这种安全的极致要求很多，还有我们在燕莎码头那个生命共同体那个雕塑，那个雕塑现在也是个网红雕塑，也是我们在岸上举办各种丰富多彩活动的主舞台。那个雕塑为什么成为网红呢？我问过很多人，大家一觉得它的含义很好，叫生命共同体，也是一种生机和生态的发展的一个大的理念。但是这个雕塑更加符合人的审美的，就因为这个雕塑的尺度，不管是宽度还是高度，跟河岸的宽度，跟这个建筑的高度，还有树的高度是完美的契合的。你不管从任何角度拍它，这个美学上它都是最美的。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就刚才提到了这个精细化，我跟他们之前建设的这个深入的探讨过，想达到这样的尺度融合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要达到我刚才说的这种完美，就需要不断的尝试。他们是过程中做了很多的模型，不同尺度的，比如说有10米的、11米的、12米的，先做几个，然后现场搭模具把它搭出来，都是去现场看啊，因为你只有到现场才能跟水岸的宽度、树木的高度、建筑相匹配，就这样不断的去打磨，然后把这个米数呢逐渐精细化，原来是11米到12米，后来变成11.5米、11.7米，到底哪个最符合，是这么来定义的这个雕塑的这个尺度，才形成了今天这个雕塑的它的完美呈现啊。所以这也是亮马河成为精品它精细化程度的一个
表现。嗯，刚才海燕说的那个我也特有兴趣，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的美食好像都有。对，关于上餐，我们船餐这一块，首先我们的船餐的品质呢，都是来自于我们水岸联动的这些沿岸的这些五星级酒店啊，包括比如说我们凯宾斯基啊、四季啊，然后甚至是宝格丽啊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目前的这个船餐，因为跟我们这些高品质的酒店进行联动联合，所以能保证我们船餐的品质。同时呢，我们对于吃到，就是游客能吃到这个餐的口感，也有相对比较苛刻的要求。我们不会说提前很早把餐已经在船上备好啊，我们一般都会游客上船开船之前半小时啊，我们一些这个酒店的这个服务人员才能上船，然后把这些船餐备好。对，然后把它去这个，甚至是有一些东西是带着厨师一起过来在现场制作啊，然后在这边在岸上制作，马上拿到我们的游船上面。我在一篇文章中啊看到啊，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作为河道复兴引领城市的更新典范，文化旅游消费融合发展的典范，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已成为市民生活休闲健身游玩的高品质公共空间。之所以能成为这三个典范，那就一定要说一说这个项目的优势又体现在哪里。这个优势非常明显，首先啊，从它的地理来讲，亮马河呢位于这个北京首都的核心区，它的这个区位的交通优势非常好，就是到达非常便利。另外呢，它串联了朝阳的三个主要商圈，一个是三里屯商圈，一个是燕莎商圈，还有个是蓝港商圈，也就是说它这个三大商圈呢，导致这个河道周边的这个消费资源啊、文化资源、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这个区域集合了咱们北京最高档的这个五星级酒店，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凯宾斯基、昆仑酒店、长城饭店啊，还有这个宝格丽，全都在这个区域，而且都在亮马河的两岸，啊，这是它的一个区位优势。另外它的生态优势刚才讲到了，亮马河呢还跟这个朝阳公园湖和咱们红领巾公园湖这个两湖是连接的，所以它这个片区呢是整个北京最大的一个城市绿肺，生态资源又非常好，所以说这个给游人就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这个生态休闲啊，这个商业消费的一个美好的空间。还有呢，它是比邻第二使馆区和第三使馆区，对，又有非常多的国际友人在这个地方生活居住办公啊，所以为什么说它叫国际风情呢？我们的这个二期航线是从蓝色港湾码头一直到我们的红领巾公园码头，单程就4公里，而我们的一期航线呢只有这个2公里。这两湖的概念和这四公里的主题主要是什么？这个两湖啊，指的就是朝阳公园湖和红领巾公园湖，这两湖中间有个两湖连通渠，所以这两湖本身就是连通的。而我们在这个2022年的10月份，让这个两湖的水系除了水能通之外，也通船了。那整个这个4公里，除了讲咱们北京的这个韵味跟故事之外，还有体验这个公园里行船的这种生态跟静谧的感觉。那么这个水系呢，现在从商业来讲，它不如一期的这种商业的繁华，但是又比一期更加的静谧跟私密。那这个节点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景点，就是郡王府。我们也在郡王府这个节点呢，单独给它定制了一个码头啊，也就是说，在这个航线可以中途下船，在郡王府进行游览或做一些商业消费。另外，在二期当中呢，两岸的这个业态和那个项目都在逐步完善，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泡泡玛特乐园啊，还有这个电竞啊，随着这些项目的开业跟运营之后呢，二期航线是有另一个特色跟风貌的一个体验空间啊，非常值得去打卡。感受时尚生活，体验格调消费，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位于朝阳区10条精品旅游线之潮生活线路上。本条旅游线路由三里屯太古里出发，经由凤凰中心、朝阳公园、蓝色港湾，到达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刚刚走过的2022年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是丰收的一年，一年中6次获奖和入选，上榜 Time Out 北京2022新生活
打赏榜单上的榜年度打卡地，2022年度文化消费示范历金榜入选遇见朝阳金秋微度假微旅游路线，入选2022年北京文旅科技创新应用场景优秀案例，2022年三月在160个项目中入选漫步北京清明上河徒步游主题游线路，还有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的时尚秀点等等。这些活动的影响力，其中最大收益和收获是什么？首先啊，在咱们朝阳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啊，这个亮马河的确收获了非常多的殊荣。这个呢，其实对于我们项目来讲呢，最直接的收益那就是北京市民和游客认可了，对，这是最直接的一个收益。再一个呢，那个我们亮马河不管是媒体啊，包括政府啊，然后包括我们的游客、市民游客关注度非常高，给我们这些奖呢，对我们本身也是一个鞭策，啊，也是一个让我们把亮马河国际风景水岸打造更好的这么一个动力。希望说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亮马河打造成更多的可能性啊，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的朝阳区，包括我们的北京市民。从我们开行活动之初，到目前啊，我们在这个亮马河的岸边上面，我们的这个燕莎码头，我们在那边已经做过了像这个音乐节啊、咖啡节啊，然后还有规模非常大的这种时尚秀点，对，已经做了很多场了。所以呢，这个我们的亮马河其实它不光是一个水上游的一个产品，它作为北京来讲，作为朝阳区来讲，它一定是一个水岸联动的滨水的这么一个样板的一个项目。
美轮美奂，移步换景，这是用光讲述的亮马河故事。今天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已成为京城重要的景观廊道和商业带。如果说2024亮马河商业经济带升级未来可期，你们想表述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其实随着我们今年3月18号醒春启航仪式的大幕拉开，其实我们也开启了亮马河经济带的一个建设工作。亮马河经济带已经不仅仅是亮马河的一个河道了，它包含了整个的文旅、商业、消费、休闲等很多多元化的东西。所以说未来的亮马河经济带将重点打造几个大的核心，比如说我们水上旅游服务的提升，还有我们这个朝阳公园的整体改造，因为现在朝阳公园已经完全打开了，已经不收门票了，它完全是一个开放的公园，那么朝阳公园有很多丰富的设施，它都要做全面提升。按照咱们区里的规划呢，朝阳公园未来将成为一个数字化的一个休闲公园，还有咱们亮马河沿岸的这个郡王府啊，宫廷文化的这种也要全新的升级。朝阳公园里还有两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产品，一个就是今年要开放的泡泡玛特主题乐园，还有一个就是电竞乐园啊，这些都将是亮马河经济带上一个璀璨的明珠，通过这个河道来把这些明珠串联起来。朝阳区现在整个的理念哈，要求是这个以文促旅，以旅兴商，以商成文这样的理念，那么把这个生活生态跟生机融合在整个的亮马河经济带，打造这个水城相融、商圈互联、旅游消费互通的一个亮丽的风景线，而且要达到国内一流、国际领先，这是未来亮马河将呈现给广大游客和朋友们的一个景象。我代表这个百姓提个问题，这个票怎么定？好嘞，价格是什么？行，那这次借这个机会呢，我也跟大家去讲一下啊，我们的游船的订票方式呢，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上面搜索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这个是我们订票的一个渠道。同时呢，我们的票价呢也会根据不同的船型，包括日间游览和夜间游览，大概的价格区间呢是在60块钱到190块钱左右啊，这么一个情况。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景色，在乎的是看景色的情绪。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景色终止，而是在寻回最本真的自我。我想啊，这正是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所给予每一个人的。是的，光北老师，我们呢也确实结合亮马河未来的这个宏伟蓝图哈，希望通过我们自身的这种优势，还是用光啊赋能，用这个文化为魂的这种理念，为朝阳区的这个亮马河乃至城市更新能够再一次增光添彩。谢谢你们，谢谢。今天呢，我们也为我们的栏目组带来了专属于我们亮马河的一份祝福，我们和国际知名的酒庄联名推出的一款香槟。谢谢。赠送仪式正式开始。